今天受咱村老妹儿邀请啊，来帮他家把地给收了。老妹儿说咱干活不撒了，那咱今天就比划比划。老妹儿，你家有多少亩地？这一片不多，20来亩。20来亩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干就完了。开干，玩就真实。四骡子四马去。你刚才录的是我吗？哎，挺帅，玩录是你，这走。来吧，我到苞米地里我就兴奋呐。我有个外号叫苞米地的小王子，我跟你说，一般在我面前跑不出苞米地。哎呦啊！哎呦，师傅真猛啊！你这快男呢？别闹，给展示一个。这是技巧的。你这叫啥？一楼露一片。你不行，我人生外号一楼露一套。哎呦啊，真猛！苞米大的比人都高。苞米大的比你个子都高呀！我们家一楼搂一套，我们家一楼搂一套。你这又是啥呀？哎呀，我这叫端好枪支好架，一下是一下。哎呦我去，真给自己找借口。你这苞米大多高？来，能不能挂了什么？你快拉倒，你站起来。老妹儿，我们干活怎么样？哎妈，你这苞米大的比我个儿都高，你起来我来吧。哎呀，这家小姑娘笑话了。哎呀，这老妹儿行啊。哎，老妹儿，别，这活那是你干，我来，你看我来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勤快呢？我哪天不勤快呀？你这话说的，来，老妹儿镰刀给我来，这活能是你干的吗？这玩意儿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啊！瞅你也不像能干活人，干好记录生活吧。哎呀，那还是记录生活吧，确实太累了。哎呀，老妹儿，这活也不是一天干的。我说话就好使，你先让他们就干着呗。来个奥利切克，这玩意儿好。你来吧，别耽误我干活了，哪有时间吃？吃这玩意儿好，你看我喂你休息休息，别累着你。带上你的奥利去上边去。哎呀，还是不错啊。这老妹儿挺能干活啊，我瞅着挺好啊。农村的好孩子，你说俺俩能不能成？我挺看你的表现了。是啊，你要听师傅的，别像我这么拉计划哈。嗯、好好干，行。那你好好干呢，把砖头交给你。你能不能教我？是啊，年轻师傅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哈，有几个跑出我的苞米地的？哎呀，我这学去吧你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这水果咱不能这么摆呀、啊，这么摆不太好，是不是？摆四样不摆，白样没有事。你说他一下，他摆整整齐齐的。不告诉我摆水果，这么摆啊？先拿自己的吧，拿这不好意思。干你啊！你再用力一点点，干活啥也不吃。能多存点就多存点，不管那个。知道吗？别忘，没准能是稻草也是钱，得会点过亿的。你滚蛋！你搁这干啥呢？看蓝天白云呢。家伙！啊，你真能干！弄头干面的火眼大了，多牛逼呢！谁帮着帮你这么干啊？嘿，这身体还行。小伙子，看点火啊！加油！哎，老妹儿，我来了，来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我来。哎，我这啥？我不用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太厉害了，会看这个呢，你教教我呗。是不是挺闲呀？一天天闲没事捡苞米去。不是，我先学一学。哎呀，头发捡苞米。干点活吧你。哎，林正哥啊，我今天多出点钱，你都当好吃的露一手。你是谁啊？行，弄去吧。哎，妥嘞。老妹儿啊，
一会儿修完车之后，我可以请你吃点饭吗？哇，这我放不下去。对，哎，干啥去三儿？干活呀？你们干吧，我回去了。